啦，其實真係好失望啊！唔可以因為呢、這個嗰、那個什麼咩行管會嗰個咩僭建嘅咩條例，我哋咁就放棄咗呢個示威區嘅示威集會自由噶嘛？而且根本就係佢嗰個什麼71嘅條例根本係唔啱啊，違反基本法噶嘛？邊有示威集會有時間限制噶？呢啲咁嘅僭建、違規僭建，咁啊同丁屋僭建有乜分別啊？咁所以而家嘅香港政府就呢個因為嗰啲圍村人啊夠惡，咁啊所以違規丁屋僭建就可以容許。但係我哋抗爭者難道都呢、這個即係承認政府呢啲違規嘅法例嘅僭建？所以我哋要配合佢離開呢個示威區，我覺得唔應該咯。咁你話佢即係可能啦嚇，即係主辦方或者啲議員擔憂。即係好似琴日咁樣樣，因為啲即係市民唔肯離開，示威者唔肯離開，咁就要呢、這個同保安咁要出動嚟，即係肢體接觸，又或者要警方嚟抬人，咁驚會即係會唔會引發市民同警方有衝突啊？呢啲咁樣樣嘅嘢，咁但係我哋一直都強調，我哋係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。不會跟任何人有這個即是身體的那些叫做衝突的，那我們是放軟了手腳給他抬的。這個即可能有些人說，喂，你就算給他抬都是抬走了你的啦，那你都是個姿態來的。喂，我們今時今日無槍無炮還可以怎樣顯示我們的抗爭呢？喂，我們今天來出來這個那個議事規則的修訂，我們都知道喂，佢哋夾硬一定通過嘅喎，我哋而家要呢個集會遊行啊、示威啊呢啲咁嘅嘢，都係一個姿態嚟嘅，要強行通過，一定通過到嘅喎。咁可以點做啊？咪就係話，我哋希望用到我哋呢啲咁嘅姿態，係呼召到更多人出嚟啊嘛。但係如果我哋都唔堅持翻一個真真正正抗爭嘅意志嘅話，又點樣去感召到人呢？即係話咧，佢哋就算喺出邊咧就集會嘅話，你都會依然會坐喺度嘅。係啊，11點之前都一定會見到我，不過間中我都會行開去食下嘢嘅。好，唔該曬先。因為我會堅持到11點之後啊嘛。係。係啊。唔該曬先。好。